出兵感谢这五年来乡亲的支持和爱护，让咱乡镇的推动已经看到成果了。五年来，士兵积极处理，争取陆寮大排抽水站的设置，也已经完成了。搁刷落去，士兵要继续争取客厝大排第二个现代化的抽水站，并且在后湖溪底嘛要设置一个小型的抽水站。那安尼，咱原庄乡的农作物水灾损失会减到最低。